敬陌生人一杯冷漠世界里的温暖。喝点，我看你一个人喝酒，我一个人喝酒，咱们不要喝。至少常州前三，充满烟火气的常州夜排档。看，小汪下面不舒服，变成小汉。几个人？三个人。点三个，看一下。炒一个扇筒，炒一个腰片，腰片是吧？炒个肚子就行了。真五十了吗？我49，我17岁做起农村饭店上班，上的农民。小孩今年大学刚毕业，我去年毕业的，现在正在考公务员。凉菜上来了，看看多清爽，好酒配好菜。我都饿死了，9点了才吃完饭，才吃到饭。最近本泽就迷上了。第一个凉菜四拼，鸭胗、猪耳、牛肉、口条、萝卜丝、莴笋丝。啊，低血糖。上了4个热菜了，我个个的漂亮。这是辣椒烧的牛肚。这个是雪菜烧的笋子，炒了个猪肝，再来一个蒜子烧扇筒，呀嘞！咱们来看看这个锅啊，搞点白汤喝。这个是豆腐泡，里边是咸排骨，加了平菇，看看他们家排骨质量。讲起来叫排档啊，用的食材一点不输大店啊。这是板栗蒜子烧的扇筒。如果是江苏普通甜度的话，这个腰片甜度大概是江苏莆田的1.3倍，这个黄鳝大概是江苏莆田的2倍，是无锡甜的1/3。那其他菜呢？该不甜都不甜。常州是整个江苏做餐饮的标杆，两个神奇的大姐当初撑起整个常州的一片天。现在我不知道，过去常州也是整个江苏食材供应链的中心。这么多菜330，什么菜什么字不认识，你比医生开的单子还看不懂。哎，这个我就认识，这个牛肚38，牛肚红烧扇筒58，前排58，便宜。我们今天菜点多少？330，非常好的体验。看我们身后的大哥一个人喝酒，旁边那么多兄弟在一起聚的。我们9点来的，晚饭结束，宵夜还没开始，现在陆陆续续往上上人。小汪排档不愧为常州前三的夜排档。因为我有亲戚在南京。长白街里面，长白街，靠近总统府有个居居堡，居居堡，强业，强业，对，好，走了啊。